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الذي هدانا لهذا وما كنا لنهتدي لولا أن هدانا الله اللهم صل وسلم وبارك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我们只人支持真主的名开始一切的赞颂属于Allah 众世界的养主，我哋求Allah赐福赐平安俾穆罕默德同埋所有嘅先知。今日咧，我负责同大家介绍关于我哋伊斯兰对崇拜嘅呢个观念。提俾大家呢個咧，同我講嘅咧，差別唔大，因為改咗少少，所以唔緊要嘅，你都可以睇翻嗰度，兩邊都睇啦，順便睇。咁啊，伊斯蘭我哋對崇拜呢兩個字嘅睇法，咁啊又分三部分嚟講咧。第一咧係咩叫崇拜先？崇拜嘅定義係咩先？ 第二咧，伊斯蘭嘅崇拜嘅特點，因為個個都講拜嘅嘛，係嘛？咁我哋嘅特點啊，要啲乜嘢咧？跟住第三咧，係我哋點樣去培養啊，達到我哋日常生活嘅一言一行都係崇拜。 首先呢個崇拜係咩意思啊？崇拜咧嚟自阿拉伯文嘅伊巴達，伊巴達。咁伊巴達呢個字咧嘅字根咧係阿拉伯，即係仆人，奴仆咁解。而伊巴達咧即係履行一個仆人應該。 對佢嘅主人，咁呢度講嘅主人就係真主啦，仲係主啦，眾世界嘅養主啦，應該一個仆人應該對佢嘅主人盡嘅責任。呢個係字面嘅意思，而家點解係我哋人要去敬拜真主咧？或者係崇拜真主咧？ 因為所有人，甚至係包括成個宇宙，都係由真主創造嘅。因此咧，世人就應該係向真主心靈嘅交流，同埋虔誠、敬畏、謙虛嘅態度咧，去服從真主。 呢個係心態先，同埋理由，點解要崇拜佢啫？點解要崇拜第啲咧？因為係佢創造我哋嘅，其他嘅同我哋一樣係被造物嘅嘛，所以我哋就係服從真主。崇拜嘅定義咧，係一切美好嘅善良嘅語言同埋行為，只要係出於奉行真主嘅命令，即係服從真主嘅命令，以便咧係取悅真主。 咁就算係崇拜啦，好廣闊嘅，呢個崇拜嘅意思係，幾乎你嘅一言一行都可以成為一個崇拜。當然係唔係崇拜咧，係取決於你嘅意念、動機。
我哋嘅 intention 啊，你做呢樣嘢，你講呢句説話，雖然係好事嘅，但係你嘅意念係咩嘢咧？你嘅動機係咩嘢咧？嗱、啊，舉例咧，我哋有一種叫做洗大淨，就好似沖涼咁樣嘅。啊，如果我哋身體唔乾淨咧，我哋去禮拜之前，啊，一陣間去提到少少，我哋洗大淨同埋小淨嘅。大淨係洗全身噶嘛，係嘛？咁你洗全身係你沖涼咧，一係洗大淨咧，點樣去分別？動機嗰度啦，意念嗰度啦。如果你意念嗰度就係去服從真主，因為真主叫我哋又洗大淨啊。點樣嘅情況下又洗大淨？所以而家我因為服從真主嘅呢個命令咧，我去洗全身，呢個咪洗大淨咯。但如果你就係沖涼啫，啊，要或者係沖乾淨、洗乾淨嘅身啫，咁你就冇嗰個崇拜嗰個效果啦。你同樣係洗身嘅。OK， 一樣講説話、做嘢，一個行為、一個動作、一個態度，甚至係一個微笑啊！好似我哋聖人穆罕默德（（）講句講過嘅一段説話，話如果係你為咗取悅真主而咧喂食物俾你嘅太太啊，咁都係一種崇拜。幾浪漫！呢個有一個黑面嘅，要成白嘅，呢個唔係我講嘅啊。嗱，呢個係我哋跟住嚟係伊斯蘭崇拜嗰個特色啊，同其他大多數都係大部分嘅，又或者係部分嘅啊信仰啊，或者係宗教啊，或者係觀念啊，唔同嘅地方啊。第一點唔需要咧係中間人。任何嘢直接同 Allah 同真主祈禱，我哋拜又係拜真主啫，就唔使經過邊個嘅啊，包括穆罕默德，索羅羅下嚟唔使經過佢啊，也唔使經過加百利啊，天使長啊，都唔使經過。所以當我哋崇拜真主嘅時候咧，係直接啊。唔需要話間接咁樣，無論間接嗰個係神、係仙、係人，甚至係精靈，都唔需要啊。冇特定嘅地點，唔係話一定要係清真寺先可以祈禱，係清真寺先可以崇拜真主。哪怕我哋做禮拜咧，有一個地方噶嘛，係嘛？你先可以拜噶嘛。我哋而家就講禮拜啫，唔係講地點。你都有個地方可以拜嘅，啊！只要嗰個地方乾淨咧，你就可以禮拜。啊！所以冇限定話一定喺清真寺啊，啊喺邊個位啊，邊個位啊，麥加啊，啊聖地啊，就唔需要嘅。所以呢度咧。整個大地都係可以拜安樂嘅地方啊！第三啊，即係有合意同埋廣義嘅合意咧，就係我哋一般人講嘅宗教嗰啲儀式啦啊，例如齋戒啊、禮拜啊，甚至係去朝聖咧，係所謂嘅朝聖啊。我哋伊斯蘭冇朝聖，一陣間我會解釋。朝聖啦，類似呢啲嘅合意嘅崇拜，係你有嗰個行為，有嗰個意識，你又去拜佢嘅呢個合意。廣義咧就係頭先我講嗰啲啦，生活當中嘅一言一行、一句一動咧，只有你嘅意念係為咗服從 Allah 同埋取悅 Allah 咧，你嗰個行為。但係好嘅行為啊，你唔可以話去偷啊、去呃、去騙人啊嗰啲啊！你話我嘅意念係為咗要幫人嘅啊，我偷呢個 A 嘅去幫 B 嘅，唔得，你偷呢個係唔合法嘅啊！呢、這個僅僅限於係
合法的好的行為，至少呢我們叫做是正常的一行為。在伊斯蘭的法律裡面呢，有一樣東西我們叫做是允許的，因為有一些是命令的，有一些是禁止的，有一些是鼓勵的但是中間有 一種叫做是允許，就是你做和不做是沒什麼分別，分別不大，就不像命令那種，命令那些你不做就有罪了，禁止那些你去做就有罪了鼓勵那些呢你有能力就去做。但是現在說的無巴就是允許你那樣東西是允許的，但是當你去做的時候，你是為了是取悅真主，取悅Allah的取悅的話呢，就是一種崇拜的舉動的。所以古蘭經28章7節就講到了，要借住真主所賜及你的尋求後世，都不好呢忘記了今世的福分。伊斯蘭是講兩世的我們不是說你不要等今世了死了之後復活的時候呢永恆的生活才是你的目的而今晚都不用做，不是。伊斯蘭是講兩世，你沒有今世怎來的後世呢例如 Allah 在這裡， Allah 給你的賜給你的呢，你尋求後世的時候呢，不要忘記今世的福分。在我們生活當中呢，因為我們剛才說了崇拜是可以計算每一個領域的因此我們的生活當中，例如苦行禁欲縱欲都不是伊斯蘭所主張的伊斯蘭主張的是克欲我們齋戒那裡會提到，還有是獨身的修行因為呢真主創造每一樣東西都是一對對的人都是所以呢，如果是沒有特別的原因底下呢，是你不可以獨身的甚至你美其名我的獨身是修行伊斯蘭是不主張這樣這些是伊斯蘭的那個崇拜的四個特色這個古蘭經30章21節這裡是關於剛才那個不主張獨身修行那個的古蘭經的一節的證明。例如阿拉講到呢，他從你們的同類當中為你們創造配偶以便呢你們依戀他們並且呢是使你們互相愛悅和互相憐憫，即是男女之間夫妻之間呢是有這樣的後果。